快走，快走！都已经走这么远了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小何，还说什么说？再不走，连命都没了！快跟老大走啊！你要临阵脱逃？临什么阵？脱什么逃？ 现在保命要紧，萧何，临阵脱逃，按律当斩你，知道吗？萧丞相，我们这是为了你好啊，你还说这种话？老大，这是你的意思？你过来。萧何，你老大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？兄弟们跟你打了这么多场仗，有一个退过半步吗？就是。 之前打那些仗，但凡有一丝丝胜利的希望，老大也不会让你背上逃兵的骂名啊。可是你看现在，我们不但伤兵满营，连战械都丢了，拿什么打？现在回去跟他们打，只能是誓死无声啊。老大说的对，我们打得过就打，我们打不过就跑，这才是咱们山寨百战百胜的秘诀啊。老大。 但我现在是汉相，你们现在是汉军，不是我们当初在山寨的时候了。哎，老大，萧丞相不愿意走，我们何必勉为其难呢？多说什么废话！闭嘴！小何，我知道你现在是汉相，你有官位在身，但是你别担心，就当这次走不是你愿意的。 是老大绑架你走的，好不好？是老大把你绑架走的，你不让我，你听，齐军的号声越来越近。
沙城南，思过北，也思不臧武，可是为我为吾，且为可好，也思量不臧夫柔安能去自逃。去找韩信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如果这是最后一战，你应该和韩信在一起。去吧。沙城南，思过北，也思不臧武，可是为我为吾，且为可好，也思量不臧夫柔安能臣可思朝秦出宫，暮不夜归。神都老大，神都老大，神都老大，为何我当成一家，
找到了吗？你呢？没有。这人上哪儿去了呢？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带你归隐山林，就没有这些年来的舟车劳顿，没有这些年来的舟车劳顿，你的病情也许不会恶化的这么快。如今就算我痛断肝肠又有什么用？我今天和你说这么多，其实我是怕你看不起我。金光是沧海客，应该是沧海客，但是我没有见到他人。天一，是沧海客救了你吗？天一，沧海客带走你了，有没有治好你的病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完全不记得了。那你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我离开汉营，在旷野上遇到了齐军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不重要，回来就好。这段时间所有的事情你都不记得了吗？我看到齐军向我冲过来，然后就完全是一片空白。再有记忆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看到子房了。你想啊，沧海客是什么人？如果沧海客不想让天一记得，他自然就不记得。战狼说的对，只要回来就好，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吗？也是，天一能回来这么值得高兴的事情，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。你说的对，这个交给我来安排。你看看你，人家两个人久别重逢，你拉着人家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？哎呀，高兴酒喝再多也没事儿。高兴归高兴，但是你不觉得这件事很蹊跷吗？怎么了？你看啊，张良给天一检查病症，说他所有的病都好了，还有那个什么败血白魂好像也没事了。我早就说了，沧海客肯定有办法救他。沧海客为什么要抹除给天一治病的过程呢？我觉得跟他主人有关吧。这一次张良又欠沧海客一个大人情。我去，这种人情怎么还啊？谁知道啊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两个东西研究的怎么样了？
有点进展，你要看吗？嗯，走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不是你的宝贝吗？你知道吗？手机在你们这个时代，跟智神一样，都是属于高科技产物。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都需要电力驱动。智神正在识别手机主板的数据，还有啊，这个符号就是类似于进度条。哎，我见过这个。这个就是手机键盘，这边这个是阿拉伯数字。我也是意外发现，智神居然可以识别手机的主板信息，而且还用它自带的输出方式进行反馈。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？你能控制智神？有了熟悉的操作系统，能不能控制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智神真的能带我回家，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那当然是一起走了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喝多了。我说真的。应该封我为齐王，可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咸阳虽已夺回，但围城的楚军还在守着。汉王疲于守城，你当齐王的事儿，还真得再等一等。萧何，和他就不用绕弯子了。那我就直说了，这个齐王，就算主公让你当，你也不能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嫌汉王对你的猜忌不够多是吗？齐国幅员辽阔，土地富庶，又东临大海，坐拥鱼盐之力，更别提还与楚国接壤。换成你是汉王，你愿意在齐国封一个异姓王吗？我要是有反心，他当初就走不出修武。韩信，你看你现在跟当齐王有什么区别啊？齐国上下谁不知道你的威名？你现在下一个战令，谁敢不领？这齐王宫你已经住进来了，何必在乎那些虚名呢？这个齐王我当定了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急功近利啊？有些事你不懂。那你就说出来让我懂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沧海客是吧？见过他了，我刚入关不久，沧海客就找到我，跟我说必须拿下齐国，当这个齐国之主。我在想，他们要我做的事情，前提是要当上这个齐王。就算这是神的旨意，也不容易办。此事必须从长计议，至少等沧海客现身之后，问清楚才行。
当个齐王有这么难吗？有。老子还当定了。
谭兄弟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还在记恨我当初在楚营要斩杀你啊？如此小事我早就忘了。小事？你当着众人的面骂我是匹夫之勇，这还是小事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当初在咸阳要杀你的人是亚父，我并不知情。我猜到了。那你是怪我从来不听你的谏言？我的谏言都是对的，你的想法也没错。再说了，我和你一样都是不听话的人。说得好，不枉我项羽高看你一眼。这天下除了你韩信，也就没人配合我结盟了。来，你说的话我都信，但是我不可能叛韩。刘邦是个无耻小人，你说你跟着他又有什么意思？在我韩信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是刘邦拜我为大将军，赐我府越，将汉军交予我手。我要是背弃了他，那我韩信岂不是不仁不义？那你还是怪我当初没在楚营重用你，没给你机会。我时常想起在楚营随羽军冲锋陷阵的日子，天地男儿想要功名就应该自己去争，自己去抢，靠别人给又有什么意思呢？韩信呀韩信，我还是把你看低了。来，我欣赏你，韩兄弟。这次阿宇劝我来和你结盟，我虽然答应，但是我并不希望此事能成。哦，天下之大，朋友难寻，对手更难寻。比起结盟，我倒是希望能和你一战。普天之下，有谁能战胜霸王项羽啊？别人不可能，但是你韩信可以试试。就你这句话，来，干！来，干！韩信啊，既然话都已经说开了，以后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。我有什么顾虑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征战四方，唯独躲着我的兵马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们终将会有一战，只是还没到时间。
抓紧时间，每个菜都检查一遍，别出岔子了。是。教你们的曲子都练熟了吗？小芳姑娘，您就放心吧。今天就靠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我早就跟你说这个。韩信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啊？张良，你不去接天一，跑来骂我干什么呀？骂你？我能打得过你，我还打你呢？你是不是接项羽了？是啊。什么？你接项羽了？是他来找我的。这项羽来齐王宫了？你暗地私通项羽，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？这宫里这么多人，我也没想藏着呀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项羽跟你说什么？他说要跟我结盟，平分天下。什么？放心，我拒绝了。这种话你敢说得出口？但凡传出去，谁知道你是拒绝了还是答应了？我就是要这话传出去，让汉王知道。你疯了！张良，你听见没有？他就是疯了。明白吗？你想以此要挟汉王？哎，我没说啊，这话我没说。哎，今天你大婚啊，所有人都在等着你呢。我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进去了。我走了，你们什么意思？你就以这种方式了。您的这位娇妻藏得好深呐，我们刚才互相问了问，谁都没有见过真容，想必一定是美若天仙吧。是啊，王大人过奖了。哎，少喝点，少喝点，还有奶糖呢。哎，啊，来，二位大人，我陪你们喝两杯。张大人确实应该少喝几杯，拜完堂，这不还得入洞房吗？对呀，是啊。来，我们上里面喝，走。哎，走。来，我来陪你们喝。喝酒喝酒！你还生我气呢？你还生气呢？我现在哪有功夫生你气呀？不生气不生气啊！那你少喝一点，一会儿大婚，醉死在地上，那天一怎么办？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再喝一点吧。别喝！你紧张什么呀？你大男人有什么好紧张的？这不是你成婚，你成婚你试试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挺好的，俊俏。紧张吗？哎，镇静点，就当是登坛祭天。我少喝一点。张良贺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来，喝，干了，干了。我还是紧张，紧张有什么好？别聊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天一还在外面等着呢。那我们应该做什么？诸位，安静。我还是紧张，这不是练兵，让我来说。哦，你说。各位，我说两句，像这样的喜事你们应该没见过吧？啊，没见过就对了。我两边的头发，因为是不是一样长的？今天我们张大人娶的是天上的仙女，所以我们要按照天上的规矩来。不过话说在前面，各位都是达官贵人，一会儿喝得开心没有问题，但是见到仙女的时候就不要失态啊。合适吧？这种拜堂形式有违古礼，而且我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这个之后传出去，天一喜欢就行了，你管别人干什么呀？只怕以后谁敢说闲话，我砍了他！大喜的日子说什么呢？就是你长个嘴，长个嘴。好了，乐队奏乐。这就是人类所谓的爱情吗？